看到你画的画，食指借给我指一下，哪边是你的作品？有没有看到？哎，你看有这边，也有这边。然后在刚才上面，我那四个人在，是不是有人都在，对不对？他画的都不棒。你看，当有融入参与感，他就会知道说，哎，以后经过什么样子的地方，就要特别注意。行人在这边的穿越道，其实也有一个这个很重要的标语，等一下进去里面的都会看得到。能有这样子一个行程呢，其实都要特别感谢我们的内政部的国土管理署、高雄市政府交通局以及高雄市立图书馆一起来联合做这样子的一个新书发表会，还有做这样子的一个计划。那当然还有很多一些参与的长官贵宾哦，所以呢，在今天希望能够念到您的名字的时候，可以起身一为我们就是来跟大家一起挥手致意一下。首先呢，就是要特别感谢我们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南工分署的主任翁正宏主任，谢谢主任。同时还有包括我们高雄市政府副市长林清荣副市长，喂。另外呢，则是我们交通委员会议员，有包括我们白小英议员助理团队也有来到现场，欢迎。同时呢，有我们高雄市政府交通局局长张淑娟局长来到现场，谢谢局长，总是能够在这样的场合见到局长，谢谢你这样子一起落实人本交通。还有包括我们的高雄市立图书馆馆长李金央馆长，谢谢馆长哦，今天穿得好漂亮，很隆重，就是希望能够一起来见证这一刻。同时还有我们湖东国小的前任校长许继德前任校长，欢迎您。好。以及我们的现任校长王美辉校长。长官这边很早就来到了现场哦，当然还有包括了我们这个绘本的小作者们，来带领他们的这个的绘本老师，包括林树穗老师以及廖建宏老师，欢迎。小画家、小作家们一起来做这样的创作，您觉得容不容易？我觉得好难，因为本身绘本其实对我们专业创作者来讲就没有那么容易，但是小朋友他们其实也很……等一下，我们还希望能够听到更多故事。我们直接掌声有请，邀请两位来到我们这里聊天，好不好？来，掌声有请。讲到说哦，其实是非常的不容易，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创作过程当中，来有不容易的地方在哪里？其实是因为从没有要到完全大家今天看到的做好这样子。对，其实从构思到故事到图画，其实小朋友真的修改了很多，然后用了一个学期，从三月一直画到六月，然后还有小朋友最后还出来加班，加班还没上完，就知道他们多辛苦，包括线条，然后包括颜色，是，然后包括整个作品。其实他们寒假的时候就开始做先行了，因为那时候有说请爸爸妈妈，因为我们后来决定跟着亲们的路线走，是，所以请爸爸妈妈先盖月带他们去搭轻轨，有搭轻轨的举手。哦，真的哦，你看直接就开门有搭过，对不对？对。那廖老师呢？廖老师您在这个带领创作的过程当中，好好谢谢。各位大家，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好。哦，这次的活动是我们第二次带小朋友来做这个很专业的绘本。其实他这个绘本看似简单，其实不难啊，不很难啊。其实不难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他的意思是这样子。那其实每，因为我们这次的绘本是很注重那个交通标志跟那个，对，所以传递的讯息，传递讯息非常的，对，所以也蛮感谢交通局后来有给了很多我们很专业指导哦。为什么呢？是像我们平常以这个小绿人灯来讲的话，对，我们平常不会知道说，我们虽然每天都看，但是不会知道红人灯的时候，如果